我感觉这个摩天轮拍一般。我也觉得有一点。啊！哇哇哇哇哇！这么快吗？这个摩天轮？啊！哇哇！这不是摩天轮啊！这太吓人了！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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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！我的妈呀，这不行啊，我玩不了这个呀、啊。这风吹得我有点冷啊，真的，我说实话。穿成这样了，我来温暖你吧。太冷了。哎呀，但你的手都起鸡皮疙瘩了。你为什么晒伤了？没有。晒伤了？晒伤了？你咋晒的呀？为什么要做这个？现在可以下去一下。你现在下应该来得及吧？它不能倒着转，它只能这么转。现在我们要下去又只能那个啥了。我是快呀！走吧，冲！五！哇，他们这个，哇，哪儿呢？看到吗？我没有安全感的这种摩天轮，你不摔下去，摔下去不是你一个人。哎，你们怎么比我们还慢啊？能不能快点啊？哇，好高啊！我死了！你别乱摔啊，嘉轩。不是，你看我们比他们快了。哇，好高！怎么这么高？别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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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嘉轩。想着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场景，但是这个声音是啥意思啊？停止一下的意义是什么？你看我也抓一抓。那个，没事啊。加油啊，加油！没事，没事啊。没事没事，这一阵很快。他们在哪儿啊？在这儿。哦，在那儿荡着呢。什么感受？怎么样啊？不理我们。我去，不是，他一直在停，你发现没有？对，因为他是开一段停一段，开一段停一段。还好。这什么在响啊？什么在响？哦，我们下来了，我们下来了。挨一圈，挨一圈。啊！停一下呗，不停一下呗。啊！为啥不停啊？哇！为啥呀？哎！不停一下呗。不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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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停。不停，不然体验感太差了。没事没事，没事，习惯了习惯了。哇哇哇！说实话，我看到这边我就很想就从这儿钻进去。嗯，就是跳下去了，有点这个意思。但是我想安全的跳进去，不是想这种脏在水面上。脏在水面上。
这样的。你是吓破魂了是吗？麻木了已经。啊，那边在干嘛呀？不理解。神人还挺嗨啊。我们这儿有贺峻霖一个人就够了。啊？为啥呢？啊？你下来别只能啊了。笑话。这么高？这么高我不想去了。两级反转。大哥们。没事。说实话，我有点醒了，但是我们去坐跳楼机。大哥们，跳什么楼？我想坐跳楼机。我想跳楼。别玩。所以我们去跳大楼机。这么高。你们跟我逗着我逗我玩呢，我们给你放边上好不好？不行，我，那你去站水吧。我，看了，我不敢做这个，大哥。你就不敢吧？那就加油。笑话。目前来讲，我把自己的鞋子应该是湿了。它好像没有过山车那么刺激哈、啊。等会儿还有一轮呢，哥。啊？还有一轮更刺激的。别搞啊，大哥！头发没事吧，你们？还没呢，还没呢。我刚刚已经被冲了。头发倒没事，我这个帽子一下就掉了。他这个雨衣的质量还蛮好的。嗯。撑不起我。怎么还变黑了呀？哦，这啥意思啊？因为没开灯。好来了，兄弟们。Oh my god！ 现在我们是什么说法？然后上最高的那个，上态度，上长度，上态度了是吧 ？Oh my god！ 给你上长度了。Oh my god！ 还有心情唱歌。聊会儿，我害怕了，上长度。聊会儿，害怕了。我怕。无言见父老乡亲，菊花金游泳圈飞。你别说话了，好烦啊，整个。菊花金，我吓你了。而且28米了，28米了。算。菊花金游泳圈飞。有这么怕吗？你在缺哨子吗？摁下来是吧？哎呦！警察说明你瘦。行。说明我瘦。应该说明我胖了。说明你瘦啊。这个吗？这个是左手。还可以。你为什么要抓呀？我都没抓。有点难受，下来那一刻，是重感吗？是重感，一会儿会更难受。也是28米，嗯，刚刚那个顶多10米吧。对啊，我不想做了。哇，这里面怎么是这样的？摄像大哥，摄像大哥毫无波澜啊！摄像大哥真的好厉害，还有以为摄像大哥是吐了吗？他是怎么了？怎么这么黑啊？这里面？他怎么消失了？不知道，他不会要吓我吧？有可能，好恐怖啊！这是怎么那么黑啊？哦，我不想抽这个，抽哪个？大的。我也不想抽大的。啊！好烦啊！我心脏跳得好快啊，身体也在发抖。这里面原本是有灯的吧？不知道，是不是太早了没开？哦，这就来了！哎呀，有点吓人呢，超吓人啊！还是有点高的，说实话，而且他就给你那一下失重感。怎么要等这么久？结束了。没意思啊，你再来一个啊！你自己来吧。一点感觉没有，怎么没有太阳啊？今天，啊，有啊，不晒着太阳，就风吹着，好冷、啊。
过于凉。风吹过，风吹雨成花。风吹过我的头发。头发。Hello 啊，我是小诗人。我是老师。哎呦，老师。哎呀，灌鞋里了，哎。哎呀，我天哪！哎，重心往你那边偏点。我是老师。是，哎呦我天哪！你是我的老师，我是你的老师，我的宋老师。哇！活过来了！山野了！哇！我来了一个果园里了。这果园？椰子岛吗？哇！这是躲小时候躲猫猫的地方。对。芒果园。哦，芒果园。我也没有得了。谁最接近二十斤？二十斤，就是多了少了都不行那种。谁更接近？二十斤，你二十一，你十九点五，你二十一，那就我赢了。好。来，狗猫猫，各位。化妆了？为什么？自由活动了。长出自己的头发。有活动啊，我把你们摘了，小宝贝们。哇，看到了，有的。等吧。哎，没有摘袋子的呀、啊？那我如果给你500，你能帮我摘一下吗？这些都可以摘吗？里边还有，往里。我们得先学呀、啊，怎么摘？对，一定要摘到这里啊、哦！摘到这里就有姜，搞到你一身了啊、哦！摘到这里，你再摘到这里都好，这样也行啊、哦！哇！好、哦，谢谢，好嘞。这里有个大芒果，要摘大的。就问您个问题，这一个大概多少？要摘就要摘大的，两斤，这好多左右。你就摘十几斤。这个是多大呀、啊？大概、啊、这个大概2斤左右啊。这个就2斤了，是吧？那这个就2斤。这我现在有多少斤啊？大概估一下。大概是有5斤多了。5斤多。我这看呢。哎，这样摘啊。我这有多少了？剧情不对呢。摘到这里了，就哎，你看摘太。说不要这样子啊。OK。这个还挺有难度的，要大概知道它要大概有多重，但是我觉得一二三四五六，这应该他说一个大概有1斤到2斤左右，我们都按2斤算的话，12斤的话再少一点，估计我觉得得有个11斤吧，这样，那我们就挑一个。这个还挺大的，哎，把这半边拔了，拿这半边。哎，长一点，他们爸爸长一点，他再不会搞不到。这样对吧？这样 OK。OK。好的。过一下呀。我这个呢？也差不多10斤了。我这儿差不多，我这儿有几斤？还不够，6斤。哇，里面还有哎，有刺儿。啊，大哥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2斤一个的话，那现在就是最后差一个小的吧。两位有我这个大吗？你看看我的呢。看看我的呢，爱你。看看我的果王。我的大 ，almost。我们都拆完了，哥。哦，这么多，差不多了，20斤有了。小了，我要大的。哎呦，完了，流浆了，怎么从这儿拔出来了？
漂亮，五斤了，老大了这个。这应该是多少斤？哈密瓜呀，好多哈密瓜。这个好大啊！这个哇！哎呦，怎么又从这儿摘下来了？我老是把它浆爆出来。这个我完成啦！这20斤，我好了。我得出去，老师怎么出去啊？你咋回来了？我觉得不太保险。一斤啊！等个大的再来一个。你摘了多少个了？完了又爆浆了。我应该觉得我大概差不多了。这差太多了，这肯定得有个2斤多。这个那我们那12了，13到14了，现在，这个估计我觉得得有个1斤多。哎呦，掉了！哎啊，没事。差不多有我书包那个劲儿了，20斤。再来一个吧，我又看到一个大的，贼大的那种。啊！熄火。差不多了，我觉得。走吧，我结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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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差不多了呗。20斤，我这儿14斤，我在，你那儿14斤，你咋看出来的？我心算的，心算的，心算的。对啊，14斤，14斤。你可这玩意儿，14斤，14斤，15斤。会感受不出来啊！15斤，16斤啊！这么那个吗？16斤，还差4斤，再个小的估计也好吃吧。这个可以啊，16斤、17斤、18斤，18斤了。哎，这个是我的吗？不不不不，这是你的。对对，18斤，1公斤的。18斤概念，19斤，20斤，再摘一个中等身材的，就是，你看啊，我看一看，20斤是啥概念？20斤，20斤是10公斤哈。我有100多斤，一个鸡蛋。我有100多斤，啊？你怎么知道？他在抱我。OK。哦哦。20斤有了。那你出去啊。你这个看着都不像20斤啊！小宋，能不能再加一个吗？不行，你这肯定逗啊！我给你换一个差不多的。不能再加了吗？你觉得这个怎么样？他现在就是多的就往你那里面。他这没够。我想换这个。
怕我不够了。换你一个，换你一个。我帮你感受一下，我帮你感受一下。感受其实差不多。巨无霸，看到没？感受其实差不多。巨无霸，看到没？我看一下啊。多了，你愿意给我换一下吗？其实差不多。啊，你摸嘛，你摸。抱回去称重。开始贿赂了。这个重一点。走，抱回去称重。哎，我就不愿意。要自己拎回去。多了，这是你的，别拿的，我没有那么多小芒果，不，我哪有这么多小芒果？20.2斤，我来了，可以呀，这是狠活，多少？9.6，19.2，9.6吗？来吧，我来吧，我来，张哥，我来，我大概。关键我不是19.8吗？怎么都没有一点空劲？该我了。他多少？大自然的力量。25。控制一下他的重量。大自然的力量来了啊！就是，哎，怎么帮我踩一脚哦？没有啊。哎，别搞哦。第二期。我来。19.4。也还行吧，大自然的力量。快！我也是大自然的力量。我这个绝，马哥绝对中了你的那个。对啊，8.6，8.6，可以，8.6，马哥上吗？没有，我想看马哥，没用，马哥是最少的一个，没中啊，没中，我这边少了，马哥顶多16斤，你那边肯定中了，哇，哇，打平了给你，牛啊你怎么弄的？马哥换了一下，这个绝。马哥绝对中了你的那个，对啊，丁磊是10.1吧？你把丁磊10.015，有没有冲叠？哎，10.015了。冲叠，给他一个，冲上了，冲，来，冲个脚，痛不痛？痛，痛，是痛的。哪个不痛？这个不痛。这是干嘛的？消毒的。嗯，马哥上，绝对中了。给你一个这个，刚好15斤，你信不信？我这边轻了。知道了。要给你这个都没用啊！这你怎么想的呢 ？OK， 那行吧。因为我问那个师傅，他跟我说一个大概2斤，我就按2斤拿了。不是，他的大概2斤，师傅的2斤是这个，不是他给我的，不是这个。我当时问他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吧？师傅的2斤是这样的。我记得说的是杨耀祥那三个是5斤，所以说我拿了12个。不是，他跟我说这是2斤，他拿着颠了颠，2斤，然后我就按这个2斤拿了。你知道第一个他颠的我哪个吗？偏大，都偏大。那个师傅颠的我这个说两斤，这个他说的2斤，我也是，他说我这个是2斤，他哪个都说了2斤。没有想到丁哥那个计算方法居然那么准，再拿一个，这个2斤，这个1斤，这个半斤，这个半斤，这个3斤，这个半斤，我就想，对啊，来，我们再怎么办？这个2斤，哎，这个。但是我去那边称的时候我是19.4啊，我是19.8，为什么我那次我就变成了20.5？在哪称啊？称有问题，我自己用手称嘛，称有问题，我就在合理回去啊，称有问题，我们要用那个秤，我不播19.4啊，那秤还轻一点还行，那个不是，我这边多加了一个芒果进来，但我不知道是谁给我加的，他。啊，我没有想到，我就刚才不换一个吗？换之前我这边又就是我这边在我原有的基础上多了一个芒果进来，然后我再在那个基础上换了一下。我要是不把那个我的芒果给他，我说不定就哦。你看，那我们现在怎么说？烦死了！来，现在我们最接近的是丁哥的20.2。哇哦！可以留下他那一箱芒果。好，好。时代夏令营第二季官方周边已上线，扫描二维码下载 TF 家族官方会员俱乐部 APP， 加入时代少年团官方会员，获取 TNT 第一手资讯信息，更有海量官方限定周边任你选，会员还可专享演唱会优先购票权，更多会员特权等你解锁，快扫码加入吧，未成年人需在监护人同意下使用哦。